但他他们不是有就是一起吃饭，然后威廉不是故意写说什么 JP 让有心结不敢。对啊，就有心结的不要我说出来，你们当年怎么变？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啊，你跟谁闹翻我就不多说。Hello， 下午茶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JPM。那是雪在飘，那不是雪走红。快别告诉我，你说你不会痛。可爱怎么会那么浓烈？天天对你想念 ，Every day every night。对，这还蛮。你看多没默契，蛮特别的，因为我们私底下很常合体，但是一起表演比较少。很久没有一起念团呼了啦，上次念团呼的时候，我们三个都还没过30岁，对，是吧？对，对，现在大家都过了30，然后在讲话上啊或行为上还是一样的幼稚，还 OK 啊，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嘛。然后我们也跳了很多遍，老师帮我们安排之后，我们就跟地球的伙伴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我觉得我们两团再配合起来也算是蛮契合的。我们三个其实今天真的有一种爸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拿到非常好的成绩的那种替他们感动，干掉其他家长那种感觉。宇晨刚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然后有这样的舞台，我们觉得很珍惜。对啊，然后同时之间我们能够成就新生代，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很感动的感觉。而且像刚在舞台上，我心有戚戚焉的问王子说：“你觉得我们有生之年还有就是多少次机会可以在台上看着这么多新团出来？”对，然后说大概5团吧。我还这边仔细算说，那大概几岁的时候？希望到时候我们还可以60岁都在跳那样的雪中红。好，那真的非常酷，那真的是雪中红。对。非常酷，就60岁你在红。60岁还是长这样子吗？可能会老一些，但不会变。可能还是会啊，多少我尽量努力保持。长大学会谦虚啊，可能提醒，还是要谦虚一下。OK OK， 你是怎么谦虚？不是，他就觉得说他就是，如果现在是以原子少年嘛，宇宙最帅，也还好啦，还好，不会啊。对，但他是真的帅啊。嗯。爱们就是尬尬，一定要讲尬。对啊。有分呢，就是工作量当然是团体比较好，因为比较轻松。但收入方面，就是个人还是比较，个人的比较好。好啊，一定啊，因为你不用除以3啊。你为什么？你不要一直跟我讲一样的话，好不好？不要一直学我。对啊。那之前就是 Live F 他们不是有就是一起吃饭啊，然后威廉不是故意写说什么 JP 让有心结不敢。对啊。开玩笑的。不是啊，是因为我就所以我就在下面留言说，我有有心结的，不要我说出来，你们当年怎么变 Live F 跟 JP 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啊，讲过了吗？没有，没有，很细节没有讲过、啊。细节不行讲，你跟谁闹翻我就不多说了。细节，我觉得我们之后就拍纪录片，再拍纪录片，找干爹。对，反正就先让阿伟再多赚一点吧。对，因为我觉得未来可能就叫阿伟赞助，可能就是他的点点已经赞助，点点赞助啊。我们的金主就是点点，是不是？对。说真的，现在要合体演唱会这件事情比较难成型的两个原因，也是因为阿伟跟小玉，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当爸爸了。你如果要办演唱会的话，势必就要花时间去练舞跟唱歌嘛。但你不会要求人家一定要跳到多屌？当然要啊，对不对？但如果说忆当年回忆杀他大风车，应该要练回来。对啊，一定要的。我们现在期待到底 Lollipop 第3位，哎，第4位结婚的会是谁？来下注一下，我下注威廉。哎，威廉已经结婚了啦，威廉结婚，那就敖犬吧。对，我也选敖犬。对，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他有压力。对啊，嗯。我们现在有制定一个规矩，一个月要吃一次饭，谁最少到就要请客。敖犬会请最多。我觉得你们放过他，他都40岁了。他哎，40了吗？40，刚满了。还没，今年要。今年要。对啊。除了这一次的 JPM 跟原子少年的限定舞台，我觉得 JPM 还会有一些精神或者是惊喜会留在这个节目，请大家敬请期待。